第三條咧，佢叫你揾翻啲字喎。咁呢個咧，同學仔可以留意翻咧，佢揾翻網文呢個字典，有冇形容翻網文？即係可以同，即係佢係同義字或者叫代義字啦。咁所以定係眾數嘅。所以第二段嗰度，希望大家揾到啊。請第一步，呢、這個好多同學仔揾唔到嘅網文啦、啊。咁啊，第七行嗰度，嗱呢個係代義就唔一定同義啊。Many 係啊。好多同學仔都揾唔到，原來呢個可以代咗呢隻網民呢、這個喺第30條嗰度，我加翻落去30條，係啦，代咗網民呢個字，代咗網民得唔得？代咗網民呢個字。好，另外留意啦，繼續，仲有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第11行 individuals 係嘛？會好啲啦，因為 individuals 都可以代做係個人嘅，係嘛？即係嗰班人啦。系咪嗰班個人咧立嘅啊？點解都仲要飲咖啡咧？咪搞錯啊！等等嘅嘢啦。OK，好，咁我哋下一條。